我们会长肿瘤哦，会长什么纤维囊肿哦，乳腺炎、乳癌，其实都是肝郁在这边。大家都问我说，纤维腺瘤得到乳癌的几率到底会不会比较高？我要这边很肯定的跟大家讲，会。你就两边挤哦，对，挤对，然后再上下，就这样用两个大鱼界、小鱼界这样子往。还有，我还可以顺便顾心肺呢。哎，对，大鱼界、小鱼界。周休二日，顾心肺。晚间九点，跟郑凯云一起健康再升级。